实来讲啊，你要看事情的角度呢，会决定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人家说这个是有时候我凡事要往坏处想，不是往好处吧？不，往坏处想，先做好坏的准备，没错没错，最坏的打算。但是呢，有时候你太坏，变成什么负面的能量就上来了。对对对，我们今天五位是只有坏处。闽南语讲就惊心惊面，怕这个怕那个怕这个怕那个。那不要，那门口可能是金光党哎。什么都别做，我想人就是要勇敢的去犯错。不要吧，你看路西派。太勇敢了吧？太勇敢了。但是还好了，现在总算有时候对，所以我们要你看嘛，这个是不是要往坏处想？对不对？你又犯错，那犯错之后，你应该先解决吵架。先吵的是这一刻，不要往回吵。最近读到一句话，可以呼应一下宪哥，他这是说成功的人对犯错是上瘾的。哦，这有点变态耶。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他觉得反而错了，他可以学。你看这个蓝牙喇叭，全世界在做的有多少人？对。结果我开始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第四，我做到第五代蓝牙喇叭。我两天前我拿到世界发明专利。对他真的，我们也是傻爆眼啦，但是给他一个掌声好。对对对，不可思议。连工厂那边哦，放张灯结彩，他说：“天哪，我们工厂竟然拿到个世界发明专利。”所以不要害怕挫折，好吧？好，慢慢来。你们五位，是我们是怕你们轻生。就对了，轻生戏，轻生戏，轻生戏。往坏处去想，你难怪你人生会不成功。来，今天医生来陪我们想办法。最惨的来了，最惨的来了。你有吗？你有往坏处想。来，对于团体照有没有被 tag？ 录影时魂不守舍，惨遭封杀。团体照是什么？没有被 Circus 啊？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朋友一起出去玩，朋友一起。所以我觉得我在社交方面，我有很除了恐惧之外，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带一点就是很负面的那种情绪，有点被排挤是吧？我就会自己觉得好像是这种感觉。像那个时候，因为譬如说我们的休息室啊，或者是在等。待会在开录的时候，通常都是艺人最放松的时间。对，然后那个时间大家也都是就是拉赛啊，然后对对对，就好玩这样子。但是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看重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蛛丝马迹跟小事情。比方说，我就发现，奇怪，在休息室里面，为什么我坐在这边，没有人愿意坐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是不是？因为你旁边其实，在我们眼中都有坐人，有跟一些，不好意思，在人家高朋满座。对，你旁边都是孤魂野鬼，我哪敢坐、啊？然后或者是呢，我如果坐在那边，然后我看到两个人，他们这样子就是用比较低的音量，对，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是不是在讲我什么？排挤你，有一点团体里面孤立你啦，对，团体，不然你们干嘛故意那个音量要刻意压低？讲悄悄话，对，为什么咬耳朵？对，我就觉得那个心里感觉很不舒服，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那时候要去录外景节目，然后外景节目在一趴中间都会大概有20分钟那个空档，那当时的那个主持人呢，就顺手拿了那个手机，然后呢就找了大家现场的所有来宾，然后就拍了一个那个。限动，然后他就 po 上去了，发了个限动，对，他就发了，我就发现，在场的每一个艺人来宾，他都 tag 了，然后偏偏没有 tag 我，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说。没有鬼，这个故事没有鬼。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会不会是其实这个主持人很不喜欢我？然后对，然后我那时候开始无限延伸。对，然后我就想说，主持人不喜欢你，应该是艺能界的共识。全部人都劝他，你也讨厌他吗？你也讨厌他？OK， 好，确定了。就没事了。你自己上去，对不对？我就开始多点跟这个主持人互动，这样。所以他讲什么话，我就很拼命的接。结果我就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就是那种冷冷的，然后要回不回。真的讨厌。我就想说，对，这是真的讨厌了。被所以抓到之后，从那个事情之后呢，我就一整集我都魂不守舍，我就一直有空档的时候，我就会拿起手机来看他是不是又破了什么限动，然后没有 tag 我，然后他到底会不会补 tag 我？所以我其实一整集都那个心不在焉，疑心。心生暗鬼。后来说我那一集的那个表现也很差，甚至就是主持人刚讲完游戏规则，然后我就不好意思，我刚刚表现差的有那么多，我们哪知道是哪一集啊？哪一集啊？记得是哪一集吗？好坏啊！对啊，疑
神医鬼啦你。然后后来呢，我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放在心上，我就隔了2个月、3个月，哎，我就真的再也没有去过那个节目，封杀了，一定是对，一定是被封杀了。那等于就是恶性循环，因为你等于当场也表现不好，人家也就不发你。然后这件事情我终于忍不住，我有一天呢，我就想办法要到那个主持人电话，我直接打电话去，然后劈头就问说，请问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么唐突啊？对，然后这样怎么回？我有说过什么话让你不开心吗？有。然后他就一头雾水，然后说他是没有啊，发生什么事？我就把之前那个 take 照片没有 take 到我的，对，跟他讲，他说我根本就忘记这件事情了，你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请他回去翻，他就说啊，他当时 po 了那张照片。也是有搜寻我的名字，然后要 take 我，可是因为打医生出来，然后是跳出那个陈奕迅的粉专，肯定是，所以他也临时找不到我的名字。他有 take 陈奕迅。我心里又想说，不对哦，你如果记得这件事情的话，代表你其实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你是故意没有 take 我的。你好烦哦，他连对不对？是不是？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对，好烦哦。我自己想说，好吧，那你既然要封杀我，那我在心中我也封杀你这样子。对，好幼稚，我幼稚，你凭什么封杀？就在心里画了一个叉啦，对，心里画了一个叉。然后，可是后来呢，我就请那个经纪人去帮我跟制作单位说，那不好意思，我们可能那个近期就是医生可能就不会去上这个节目。你自己打电话给那个节目说，我们不会再上你这个节目。结果那个我们医生封杀你们节目。结果那个制作单位整个就他也不 care， 他说哦好啊，对他们傻眼，然后就说没关系，以后有需要会再联络你。哦，好尴尬哦。那你自己去冲这件事讲，你难怪。可是如果没有讲出来，我就会在心里面一直过不去，一直过不去这样。很多事我跟你讲，能想而不能讲。很多事能做而不能说，可以吗？好，他有更严重的，他有严重的容貌焦虑，人生不如意都是因为长太丑。对对对，这倒是真的。对对对，我也觉得。哪会啊？因为最近这大家流行说啊，焦虑的容貌焦虑，我就发现其实因为我是天生就矮，所以呢，有人是后天的吗？后天矮是什么意思？后天矮。190，所以有一天睡太多就变160了。我生出来是有一天吓了一跳啊，丢了丢了丢了！哎，我每个子也不高啊，你长得那有什么？天矮，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对啊，我就会觉得说周遭有那么多就是那种哇帅，尤其在这个环境，就是大家都帅哥美女这样子。对对。然后我只要就是站在人家旁边，我都觉得说啊，好像就是矮人家一截。你根本不喜欢你。自己哦，对，有我觉得我一直在往负面想的时候，你有自己照镜子然后吓了一跳的经验吗？不会吓一跳，可是会一直嫌弃，会想呕吐，好可怜哦，会一直觉得说啊哪里不够好，哪里不够好，尤其是在拍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可能导演需要帮我找电箱啊，或者是摄影师可能需要取角度，看起来好像那个跟其他演员一样画面协调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完蛋了，导演也不喜欢我，摄影师也觉得我难搞麻烦了，然后甚至就是那部戏准备要那个就是要发布的时候都要参加记者会嘛，我就觉得人生，我觉得真的很苦，我就觉得我各方面都好像受到这个外貌的牵绊，然后一直在受苦这样，然后甚至他们就是在这个记者发布会的时候，大家不是要拍照吗？他们就讲说啊，其实只要主要演员去拍照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先在休息室，不需要出去拍照这样。张帝大哥先休息啊，对不起，我唱完了，刚好到一个结束点。你的心声我们听到，但你有没有考虑？你有没有考虑马云？不是，人家觉得我不够帅，怎么？所以我晚上也没得约会了，就沙发。上完班之后继续睡沙发，也没人，人家出去玩我也没得玩，所以他后来成为马云。可是这么多年来，他还是医生，医生还是医生，配个也只会找到陈医生。但所以是对啊，整个人就会越来越糟，每况愈下。有了你的努力，大家都有看到了。是是是，有，所以我就花钱呢去。你的问题不是外貌啦，这就严重了，这等于说，对呀，我们有点这样，宪哥，你叫我回去又会想一个晚上。不会啦，真的啦，好好面对。然后我就，你想想看，你头发那么多，阿虎呢？但是我们不能跟最糟的比啊。什么最糟？为什么是最糟？你太矮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还花了很多钱，然后去做医美，但是在对做完医美以后，对反应就是。周到反应就是这样啊，真的、哦、看不出来哎，什么什么叫？因此我就觉得说啊，糟糕，我又是不是被当肥羊了？后来我想说，好，那至少身高不如人的话，身材要如人这样。要练一下。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而且我想说，我要偷偷摸摸的，我去练好了一身肌肉以后，哎，再次出现给大家，就说哎，很有自信这样。嗯。结果呢，我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给自己一个目标，我就设定一天要跑8公里。隔天在9公里、10公里这样慢慢递增上去，结果我第一天八米就好了。我第一天直接进步很快，直接想说我的那个跑步机设定8米，结果我跑到哎、欸、不是8米，八公里，八公里，只有跑8米而已，8公里，跑到6公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脚底板已经就是不堪负荷了，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跑过那么长的距离，结果呢我。真的，我是用意志力撑完那八公里之后呢，隔天我就发现我下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了，因为我后来去照了那个 X 光，还有去医院，我的那个阿基里斯腱还有我里面的那个韧带，已经就是突然的这强烈的运动，然后就撕裂这样子。他跑八公里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跑完了以后赫然发现。还要跑回来，他可以坐车回来，钱包不可能带嘛，手机什么都没带，来回16公里，完了，这里就是离家8公里，真的是很绝望，所以我就发现奇怪，好像做任何努力都失败，做任何努力都失败，那就最后有一种心态，至少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啊，哦是啦，可是不，可是你真的有女朋友啊？有啊有啊。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么简单就被套出来了。恭喜你，在现场吗？倒霉的是你女朋友，不是你。喂，没有啦。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人生好像没有什么乐观的事情这样的。医生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像忧郁症的人。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台湾言论自由，有中天才完整。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